뭐. 车可能是刚开始起步一下是十块吧，后来它涨价有十几二十，后期他和业主和几个业主弄得矛盾挺大。去年不是后半业主不是要联名签，群里都签名，说意思叫免费开放的嘛。去年就说好了免费开放，需要这个看护了。去年说好不看管就让他回家了，我回去，没想到他点了。